国安成功时间一点三十分，夜里雷声四点。点解我咁夜咧？到玩 BF 嗰阵时，去到十点半嗰阵时，我先见到原来嗰两个亲戚又打紧 BF。嗰鬼亲戚咧，打一个就佢有玩嘅，不过佢就成日都印自己身啦。而细嗰个咧，最后一次玩 BF 就系上个月二号，之后成个月都冇玩过 BF。谂谂下咧，可以话对我自己嚟讲，由二号开始咧，由三号开始咧，二号唔计啊，去到个唔计今晚琴日，迟少再下一次。但系我同亲戚玩，今日净系玩咗两铺啫，唔知点讲啊，系其他嘅问题啫。咁佢哋都买咗二零四二啊。不過對我嚟講都買嘅，但係錢嘅問題，即係都記得一七年六月十五嗰日，嗰陣夜晚玩 BF 啦，最屘好似阿邊嘅，勁好快輸，唔扯旗嘅。嗰鬼嗰啲變天模咧，我覺得最容易俾人虐待應該係飛船。你俾嗰啲火炮啊，嗰啲重機槍啊射，加埋 BF 咪一支咪叫 Broden LMR 嘅，咪有得轉呢個燃燒彈嘅，燃燒彈可以扣佢飛船嘅血嘅。其次好似無謂艦，第三個好似係 Double Train 啊，第四又係車二線。我記得我正式有揸過，我玩過添。以前19年6月15號嗰日，星期六嘅地理中午啊，地理嘅最後一日補課。我所知嘅最後一日就係嗰個地，即係收地理嘅大學哥就幫你補啊。我記得由三月尾開始補嘅，補到依家，補到嗰日。嗰真係最後一日啦，咁我哋商量過咧，話要寫一啲，話要寫一個心意卡，跟住簽名，跟住送俾大學哥。最尾就臨尾完，即係去補課嗰陣時，最後一堂啊，臨尾完堂嗰陣時就影一張大合照，張相仲喺度，因為我部手機冇換過。我嗰位沙律係2018年買嘅，到依家仲喺度。話俾你聽，嗰部機係中午嗰啲，中午開始啲相喺度，iPhone 7嗰啲中四嗰啲相都喺度。報地理到我好想報。去年6月15日玩 BF 四個有330，都是玩埋人哋啊。我記得咧，嗰陣我喺龍源村住啊。嗰陣我記得好似係喺呢個去咗石坪樓，即係龍源商場嗰度，石坪樓嗰度嗰個有一間叫翠果食。咪即係嗰啲疫苗問題咧，咪12至15歲人士可以打伏必泰嘅，咪話有啲年輕人打咗之後，咪有心肌炎，即係簡單地方就係心口痛，兼且就係氣，即係有啲氣喘。但對我嚟講咧，就冇乜嘢。就係冇乜嘢嘅意思係。我打了針真係純粹係手痛啫，我都唔知啦。佢有啲人確診咗嗰陣時咧，
之前的同事，但我呢嗰陣即係五月尾去到六月頭嗰五日咧，到底係咪肚瀉？肚瀉普通嘅肚瀉，你話腸胃炎咧，我真唔好清楚。但係正常如果遲咗一個禮拜，應該係腸胃炎，所以話應該個別事件啦。你夏天容易噶嘛？你夏天你啲嘢食咧好容易有細菌感染，好容易嘅。夏天你有腸胃炎，極高啊！你冬天有腸胃炎咧，好快好快。但相反夏天咧係難啲嘅，因為啲嘢食好容易有細菌。到底我點樣好翻？我記得我星期日上個禮拜日啦，唔係先講上個禮拜六，朝頭早去完一次廁所之後咧，咪去完之後食個早餐之後，即係覺得都好飽啦，即係都冇食過嘢喎，個肚又脹喎。跟住後屘又少少想去，但係我阿爸叫我忍住。我忍到下午三四點幾食完 M 記之後咧，瞓覺，瞓醒覺之後冇 feel， 放咗幾次屁。但相反夜晚瞓覺嗰陣時候，覺得好痛，基本嗰個我意思係個肚喺度搞緊長沙，唔知點算。之後都起身去過一次，跟住後屘下，跟住後屘又有，譬如即係又有少少，但係之後。嗰陣星期經去咗星期日啦，咁即係都去過一次咧，咪之後有水嘅，已經我忍住。去到兩點幾買咗個 M 記食之後，坐去休息一陣間，跟住我都唔好瞓覺，瞓咁耐。跟住我真係忍唔住去廁所，我去咗附近公廁，去完呢一輪之後咧，冇事冇去過，之後都起身，淨係去過一次已經冇啦。四日嚟咯，但係嗰陣係我食嘢之前去廁所，通常都係食完嘢之後先去廁所嘅。咁所以嗰陣時係啱啱好翻，兼且係未恢復正常嘅。你試一下，去水咧個狀況係嚴重。好彩咧就係我嘅抵抗力強啲，咁爬下唔犀利。好似前幾年咪腸胃炎嗰陣時咧，好辛苦。係狂去廁所，去咗十幾次，最高紀錄係咗十三次，唔記得九次十三次。嗰真係，我基本上係冇時間打機，係基本係咁長時間都係喺廁所裏邊。嗰真係屙到脱水嘅，認真好辛苦，要食止屙丸。但係今次咧就唔使嘅，因為我係忍到嘅。我啱啱講啲疫苗啦，我諗起即係啱啱睇啱啱我啲親戚，唔係打機嗰啲啊，即係呢個 post 話咩珍惜生命與你疫苗，佢話有個 friend 打咗之後走咗，但係打一針過身就個個諗起打唔打針嘅咧，咁你話？打針啊！你個個可能心諗有機率，就係話佢你嘅瓜柴。喂，咁你話打針可以，你係咪想諗？你係咪想講打針咧？睇你好唔好彩，到底死定唔死咧？揀一條路。但係通常死咗嗰啲咧，可能自身有啲疾病，或者有啲其他病啊，例如嗰啲膽固醇高啊。血壓高啊，或者嗰啲先天疾病，呢啲嚟諗下個風險，就諗下打唔打。但係一個普通市民咧，健康又做過運動，打落去嗰最多有副作用。可能你嘅同事佢自身有啲疾病，所以就死咗。但係你的同事打疫苗之後死亡，點解新聞又唔報嘅？新聞通常都係報有一個幾唔知咩咩嘅男人，有一個唔知幾多歲嘅人死咗，佢生前打咗第二針嘅咩咩疫苗啊，但係佢冇講。沙田大涌橋到河嘅關係咪
有个马斯斯亚车撞到个小巴反到嘅，小巴司机死咗。而佢撞之前咧，咪有架黑色私家车都冲灯嘅，跟住嗰个黑色私家车嘅卅岁嘅司机自己个就系领事自首，佢自己又冲灯。我打了針最多就是我打完第一天，不是打完之後我沒有跑我走，因為我怕忽然之間跑跑忽然之間暈低了。我那位跑步呢，忘記說呢，不是通常那個龍丸對開，就是差不多是站在這站那裡，不是有些長凳在那裡，那個龍丸那裡咁有啲長凳，成日咪見到成日都同一個就有嘢嗰個阿婆帶住嗰個幼稚園嗰個小朋友喺度坐喺度食嘢噶嘛，成日都坐喺度啊！嗰陣佢成日都望住我，好似等緊我咁。但到我呢幾日唔係六月開頭嗰幾日咧，冇出過嚟，跟住到我六好翻之後去跑步咧，唔見到佢哋，係咪等我唔到咧？成日都見到佢兩個坐喺度，仲喺度望住我，火啲 fans。